小笼包，我是汉堡包。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一种大家都喜欢吃的是面。我们东方有什么面？你问我，东方就是以面食为主，我们最好的就是炒面，又叫做叉米，听过吗？只有炒面这样子哦。我们西方最有名的就是叉。意大利面哦，意大利面超好吃的哦，多好吃！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呢，它里面啊有各式各样、各种形状的面条，你没有看过吗？有，所以吃起来特别好玩又有趣。所以听起来你们的意大利面就是用造型取胜嘛？因为里面根本就没有质、没有料可以讲。像我们炒面有多厉害，我跟你讲。不是随便这样子放下去就叉叉叉叉就好了。我告诉你，炒面呢，首先呢，你必须要面放下去炒炒炒炒炒之后，你最重要的是要加上新鲜的配料，然后再控制好火候，大火快炒，啪啪啪啪啪啪，哦，起来就是一盘非常好吃又美味的炒面。哇，真的不是叉叉叉而已，是炒炒炒，然后就大火炒炒炒，就是炒炒炒而已嘛。难怪听起来很单调，面条就只有一种。那我的意大利面呢？谁说没有内容的？光是酱我就分为。三种，有红酱、白酱，还有青酱，那么多种的酱料混合在面食里面，那种天然融合的滋味，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也有酱啊，拜托，我们也有红葱头啊，我们也是红酱啊，我们也有蒜头白酱啊，我们也有九层塔绿酱啊，我们通通都有。而且我告诉你，我们炒面的时候啊，面必须跟料分开炒。光说不练也不对啊，那你们炒面到底是怎么制作的？首先呢，你这个面条必须放去滚水里面煮煮煮，煮好了之后呢，马上就要夹起来吗 ？No， 像水饺一样，你必须先加冷水，然后让它再煮一次，然后再加一次，大概重复三次，你就可以煮出这个面条的 Q 感。吃进去哦，丢丢丢丢，这样子的感觉，所以这个面条才会好。所以面条煮好之后呢，你的配料你必须要分开，配料炒炒炒炒炒炒好之后呢，当这个面条也好了，配料也好了，把它两种混合在一起，再下去炒。所以你必须用筷子再配上那个铲子，互相配合之后，你才可以炒出一盘 marvelous 的炒面。marvelous 是我们西方的话，我们也可以学啊，我们的文化是兼容并蓄，我们都学。啊，我的面太香了，我都没无心听你讲。好，没关系，那你讲讲。那我只要来介绍一下我的意大利面喽。我的意大利面在煮的过程中，其实有小诀窍的，就是要加入一匙的盐，因为呢，加了盐之后呢，可以让你煮出来的面条更紧实，而且不会软糊糊。哦，你们好笨哦，我们就是在加水就好，我们就可以煮出 QQ 的，还要加水。但是他们那个很容易失败，我们这个只要加一匙固定的时间，煮好之后呢，那个面条会把含有盐分的水分吸到面条里面。好的，所以今天就是我们东方的炒面对上西方的。光听我们两个讲还不够，而且有达人他们要来比赛一下。是的，我们有炒面达人跟 pasta 达人的大 PK，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面一定要手工做的，吃起来就很 Q， 很有咬劲。后来再就是食材嘛，食材一定要新鲜啊。再不就是火候的控制啊。我们的海鲜类下锅之前要先穿烫过，穿烫过以后它沥干，后来起油锅放点葱下去爆香炒，炒过以后放一瓢的高汤加下去，后来再加佐料啊，而且要快火下去炒，它稍微有点滚的时候就可以勾一点芡就可以起锅了。小朋友，我们的炒面种类很多，而且食材又很新鲜，小朋友一定要去我们的炒面哦。煮意大利面的话，最主要它的诀窍就是可以让它的意大利面跟寿司是完全融合在一起，那让意大利面可以吃出它整体的感觉感。像这种底管面的话，它们因为底面是中空的部分，那所以特别就是它咬吃起来的口感会跟面条的口感是完全不一样。那青酱的话，里面最主要是以罗勒为底，它所做成的一种寿司这样子，所以它看起来整体会就是绿绿的。
番茄的话，它是以番茄糊，那都是以番茄作为底部来作为寿司，那看起来就是这样，颜色比较漂亮鲜艳。奶油培根意大利面，那最主要的话，它里面就是有牛奶的成分会比较高。小朋友，那这边的话，意大利面有非常多的口味，那也非常丰富，那你们一定要选意大利面哦。接下来马上要进行我们的黑胶集锦问，答对的人就可以马上进行试吃活动。是的，而且你可以选择你要吃炒面还是意大利面，任你选择。但是重点，这个关卡就是你要答对哦。好，刚才我说的，我们意大利面有三种颜色的酱料，谁知道有哪三种颜色呢？请说。红酱、白酱、青酱。恭喜你答对了。耶！请问你要吃？我都还没问，还想吃我的？他要吃意大利面。你选择小妮子，你要吃什么颜色的？红酱。红酱。哎呦，红酱是什么？这个、好吃啊！红酱是什么？香什么香？汉堡。像汉堡包。告诉你们，红酱呢是一种天然的。那我就接着问喽，天然的、新鲜的蔬果做成的，你们知道红酱是用什么主要的原料吗？谁知道？有小朋友啊，你来讲，哪一位？穿橘色衣服的这位，五号小朋友，番茄，番茄，答对，恭喜你答对了。请问是意大利面对不对？很好。很白酱吗？只有白酱了。可以拜托你也吃一下我们的炒面吗？唉，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苦无人能了解。大家要开始来决定你们今天想吃什么，准备好了吗？好了没？好了哈。好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请选择，想要吃炒面，还是要吃意大利面？赶快交换位置，想吃什么？赶快换。意大利面在这里哦，不要走错地方。快点，快点。炒面就留在这里哦。快点，快点。你们都这么忠贞，不想换哦？哎、欸，你吃了意大利面了，还不过来走？你们都想吃炒面吗？耶，过来，快点！你要走什么？你要走什么？来，你要走什么？饮料都可以吃哦，来。你怎么还坐在这里？你们。来，要吃了就赶快过来，你们放着就好，放着就好。好，好，时间到。好，所以今天的小朋友想吃意大利面。哎呦，是你哦，小声一点啦。哎，到底在找什么啊？你都没说清楚，我也不知道我在找什么。因为老板今天不在，这个是我们私接的 case 啊，赚外快啊。对啊，啊找什么？就隔壁的吉米啊，他说希望我们帮他找一个什么特别又新奇又不会跟人家重复的一些玩具啊。特别新奇又不会重复。对呀、啊。那不就是要找那种最新流行？对呀、啊。哦，那哪边有？我也不知道啊，看看，找一下。哎，你有看到吗？哎呦，那个人好像有很多不一样的玩具。请问这些都是你的吗？应该是吧，只是应该是小朋友，不过小朋友已经很大了，所以应该还是我的。哇，应该是你的。你的这些玩具好很特别，看起来好特别。没有，这个我们比较少看到。哎，你刚才拿的这是哆啦 A 梦。哎，我们看看这次超小的扭蛋。它的竹蜻蜓。对啊，你们要不转转看啦、啊？看我会拿到什么道具哦。对，没有，不过要投5块钱，而且是要拉它的尾巴，是不是？对，哦，看一下，任意门。哇，我也想要，我也想要。我内心呢，每天在做梦，就是希望我有任意门，以后上通告有没有？每天都睡到时间刚刚好，门一打开就到了现场，那么好。我看看你会拿到什么。时光机，哇，没有啊！我要换，为什么我只是竹蜻蜓？哎，这个好酷哦！可是啊，我觉得因为哆啦 A 梦满足了大家的幻想。那这个是要做什么呢？其实是蛮有趣的，它是一个感应的。其实是小朋友嘛，爸爸妈妈不可能马上给他那么多纸钞嘛。那如果给他一个空银这样子，其实也是很有趣啊。对啊。那就把它吃掉吗？对啊，他会一口一口慢慢把它吞进去吗？对啊。他吃慢慢吃才不会让你觉得一下。真的啊！
人会吃钱的存钱筒哎，储蓄也可以玩玩具这样子。对啊，对啊，对啊，而且蛮好的。在他表情这个过程，吃完以后他就不动了。所以这是在东京现在很流行。对对对，叫 face bank。对啊，因为我觉得他的表情很生动，很生动，很可爱。bank。哎，可是我觉得这个小兔子也很可爱。这好像洋芋片，很像洋芋片，超像的。是，那就。不是洋芋片，可是肚子更饿的。你看，汉堡包被吃掉了，吃汉堡，而且咬了一口。对啊，就是它有很多很多很多。但是这个脚是什么？香蕉壳可以吗？这样子，哇，这样有点暴力，整个把它吃掉了，把人吃掉了。这个是豆腐人吗？对对对对，这是只是一个摇头它会动哎，会动摇头娃娃。对对，因为。这个也是摇，这个豆腐人，你把让它里面的豆腐人掉出来了，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个小豆腐人，像那种机器人里面操作豆腐，对不对？我想你自己可以去玩玩看啊。我看到什么？哎，它后面有一个按钮，哎，你看，哎，豆腐人往上了，这好像他要去出任务了嘛，然后下来下来。它比较特别是它整个也是一个合金的，其实，现在小朋友应该也会喜欢。你看，这边有他的房子哎，转过来打开，对不对？我转过来给你看啊。这边对啊，他的家的房子掉下来，哎，你的豆腐人掉下来。对对对对，他的豆腐人的房间啊，里面店很像无敌铁金刚那种指挥艇对合的那个样子，有没有？对啊。然后他就在里面，然后做什么做什么，原来是这样啊！这个应该现在也在东京的，在日本的小朋友也很喜欢，很喜欢，因为他结合现在的图腾去设计，可是又有一点怀旧那种合金的味道，所以应该他们都很喜欢。而且很多部分都可以打开，里面可以藏宝物在里面啊。那前面的这些，前面这是什么？哇，这个应该是大人小孩可以一起。亲子同乐的，那就是有个平衡台啊，你们要不要排排看啊？好啊，好，一个人一个。哇，好紧张，好紧张啊！那我要放哪里啊？这里吗？很酷啊，所以你就可以越来越多人玩。更难的甚至有往上叠，但是还要往上叠，还可以啊。你看，像这个啊，你可以这样子。哎，可是我觉得玩玩具就是有一种心情，对，心情很高啊，千万不要把它吃下去了，会想吃哎。所以啊，我觉得我们已经完成机密的任务了。真的啊，这么多好玩玩具，我想一定有一样是他喜欢的。对啊，我觉得这随便一样拿出去，他都一定可以跟人家 PK 的。今天我们的任务又。成功了，成功了！感恩，谢谢你，谢谢啊。那这个不可以，不要再随便带走，又不能带走东西啊！赶快回去跟基米收钱啊！我们完成任务了，走啦，走，拜拜。哇哇！今天起了一大早要来这边要来上班哦，这里很厉害哦，这里有很多种职业可以让小朋友来体验，而且呢可以在体验职业的同时可以培养自己的兴趣，就可以知道以后长大要做什么。而且你绝对想不到这到底有多少种的职业呢？哦，你看看这边那里，哇，这么多种啊，有至少有50种职业，而且年龄层你看最厉害的有到99岁都可以来试试看，大部分都是3岁到15岁中间，所以我们可以来好好选择。我想要做，跟消防员啊，或是跟吃的有关啊，或者是开飞机，有没有开飞机的？有啊，有机长啊，也有空中小姐。所以呢，空中小姐你要当啊？我们可以去看一下空中小姐啊。我们可以去那边参观空中小姐。对。然后我们可以，那赶快来去体验啊！赶快出发啦！走了走了走了！现在你想做什么？现在我的肚子饿，肚子饿就去做吃的。到底要吃什么？当然在我后面的披萨。哇，吃披萨！对，我也喜欢做披萨的时候可以边做边吃，这样肚子也不会饿哎。所以我一直以来就很羡慕当厨师，你知道吗？所以现在好不容易发现有披萨，我们待会就可以自己做，做好之后烤好之后就可以自己吃，而且边做边吃，太过瘾了。很过瘾哎，那走，赶快去看一下。做披萨去，走。厨师姐姐好。那我们现在伸出一只手掌。一只手掌，好，放在你的面团上面，另外一只手放在你的手上面，放在手上面，一起压三下，一起数哦，好，1、2、3。小厨师们在厨师姐姐的指导下，一步步的把面团压平擀平后，再用叉子来戳动，以免饼皮留有空气，进入烤箱之后变成了面包。哇，
好了酱之后呢，接下来就是要铺上今天要做夏威夷披萨的馅料了，有玉米、凤梨，酸酸甜甜的料，待会烤出来一定会很好吃。看到小厨师们按照步骤的学习，终于做了生平第一个自己的披萨，大家都好期待看看他们烤出来之后的样子。哇，在烤箱当中，披萨滋滋的作响，真的看起来好好吃哦。在等待披萨出炉的同时，厨师姐姐也准备发证书和薪水给小厨师了。好，那我们今天有没有很认真的做披萨？有。对，所以呢，我们会先拿到一张厨师的小卡片，都是披萨厨师的小卡片。好，然后还有这是多少钱？10块钱。10块钱。10块钱对不对？是你们工作很认真的薪水哦。嗯。好，那有礼貌的小朋友拿到要说什么？谢谢。好香哦，厨师姐姐，披萨烤好了，那我们赶快去看一下。好，走。你看，这是我做的，好香哦，你看，香哦。我们看看，对不对？我想。哇。所以你看，切披萨呢是用滚轮式的刀，对不对？这样子切。好了。好了，可以了。我们完成了披萨师傅了。走，我是大厨师。我们再做别的。好，走。耶！我们是谁？消防队。哇，穿上这个衣服看起来真的很帅气耶！真的，而且啊，我从小就立志，我以后长大要当一个消防队员。虽然现在来不及，但是我也可以来这里体验一下。因为呢，我觉得消防队要很有勇气，而且要在很危险的地方救人，对不对？对。所以要很勇敢，对不对？要学习这些救人的一些方法跟技巧，那我们一定要欢迎最帅气的消防队长。欢迎，队长好。队长，我们现在要怎么开始来体验消防队员的生活？我们在体验消防人之前呢，我要先问你们，你们知不知道什么东西可以来救火啊？水。水。还有呢？还有什么？灭火器。灭火器、消防车、消防车，有好多东西可以拿来灭火，对不对？对。消防队的队长首先给小消防队员上了消防安全的基本课程。好，那接下来问你们呢，你们知不知道我们消防局的电话是几号？119。那什么时候才可以打这个电话号码？灭火。好，那接下来呢，第三个呢，我问你们呢，知不知道火灾来的时候我们要怎么逃走啊？好，首先要准备一样东西，什么东西？毛巾。毛巾，我抹布，要是都没有的话，你们有没有穿衣服？上完了安全讲习，队长指导小队员们做好热身，迅速的从钢管滑下，装好装备。队长也要小队员们举起了手，大家手搭着手，为自己准备出的任务加油打气。好，然后我数到三呢，你们大家一起喊，加油加油加油，好不好？要很大声，有多大声啊？对面披萨屋的小朋友都要听得到哦。哦，好，好，好不好？来，数到一二三，加油加油！小朋友们，帮大家跟我走，走这边。好，我上车喽。加油！耶、yeah ！出发了，大家加油！好，我们要去救火喽。消防车在开往失火现场的路上，小打火英雄好不威风啊！啊，终于到达了救火的现场了。下车了，我们要去救火了。前面，警察。哎呀，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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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快点！快救火救火救火！在模拟的救火现场，小打火英雄用水枪喷射冒着火光的窗户，看他们各个精神专注的模样，相信在今天的学习之下，他们更懂得小心火烛、注意安全的重要性。我觉得来
来这里啊，除了可以让小朋友体验到各种不同的职业之外，最重要可以学会怎么样运用你自己赚的钱。所以呢，你可以选择自己的工作，赚到一笔钱，然后再去消费它，就可以学会自己的金钱概念了。那可以消费的东西就在这里啦，在那边可以用自己累积的钱，然后在后面换你想要的东西。哇，可是这边还有好多好多的职业我们还没体验呢。我们还有40几种职业还没体验。我想要先去花钱。不可以，我们才赚一点点钱，要存起来啊。我们多赚一点多一点的钱的时候再来运用。买个饮料嘛。不行，不能花一块钱花，不能赚一块钱花10块钱。No, 我赚20哎，再来去赚啦，走。小朋友大家好，我是柳丁哥哥。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欢迎按这边有一个订阅键，按下去就对喽，这样就可以常常看到我们了。那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更精彩的节目的话，可以按这边，等等，有很多精彩的节目哦，要常常上来看我们哦。